这是从烤箱拿出来的鸡蛋壳，看上去它已经非常的干脆了啊。这样戴着厚一点的这种花园的手套，这样子把它捏碎，一捏它就成碎状。经过烤炉后的蛋壳，它是把蛋壳里的如果有一些细菌的话，都已经高温消毒了。然后这个蛋壳它有丰富的钙，可以为我们的植物提供钙的肥料，非常的好。捏了捏碎，当然是越碎越好。那我们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这手套是戴是皮的手套，所以它不会弄伤我的手。可以看出这个蛋壳好了，成碎状的蛋壳我们再撒入堆肥中。然后把这个堆肥混合，这就是我的菜园鸡蛋壳的堆肥。这个韭菜我也上了一些鸡蛋壳的堆肥，我准备给这株佛手瓜上我的鸡蛋壳堆肥，就是在佛手瓜的旁边加入这个鸡蛋壳的堆肥。